由音乐业界翘楚梁翘柏发起金牌制作人洪涛监制的《欢乐之城》，自开播后就备受观众追捧，收视率和口碑一路高走。天后王菲的加盟也为这档本土原创综艺增添很多看点，讲话风趣幽默又活泼爱笑，无疑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。人民网还评价，王菲综艺首秀并不惜字如金，寥寥几字却是对王菲综艺首秀的最大肯定。日前有网友翻出一段王菲早期参加曾志伟主持的综艺节目，舞台上摆放这两个透明大箱子，里面飞满了蜜蜂，环节要求王菲双手各自伸进蜜蜂箱里唱歌，考验胆量的同时更考验唱歌的发挥。当时王菲在没有工作人员的帮助下，很大胆地将两只手各自伸进身旁两个蜜蜂箱内，一旁的曾志伟看的都不停喊哎呀。音乐容易受伤的女人背景音乐响起，王菲很快投入到演唱中，还左顾右盼观察手上的蜜蜂，大胆的举动让台下观众都佩服的自发为天后的勇敢鼓掌。演唱了一小段后，王菲的双手已经有很多蜜蜂在上面游走，此时的王菲虽然面露惧色，但也没吓到把手拔出来，唱到一半还笑出了声，随后的表情就很淡定了，声线到位。还没有走音，王菲虽然只现唱了短短的一分钟，但 MTV 效果的音效着实让人佩服，网友看后都惊叹这种情况现唱都这么好听，天后果然不是白叫的。王菲在演唱完后把两只手伸出来，不小心带出一只蜜蜂飞在人群中，王菲自己没吓到，只喊了一声汪，反倒把身旁三位女嘉宾吓得蹲在地上抱头，差点哭出声。王菲可爱搞怪的性格简直会让人分分钟笑晕，虽然是位弱女子，却能勇敢地面对两窝蜜蜂亲密接触，还保持音质不变，连一旁的曾志伟都连连喊服。以下是完整视频。